突然发现用手。哎，我那我去洗个手了，5块钱啊，别洗手。哎，你摸摸这裤子，嗯，反正不买的，5块钱。哇，而且左右啊，哦，左右这个东西啊，好凉爽。好，我们正式开始我们的旅行。这么可能吗？这么快的吗？这么草率，有点粗鲁。把大家手机收掉。哎，这过分了，这过分了吧？大家有什么事情需要交代的，可以现在打电话。我现在儿子和女儿很担心我，他们觉得我被绑架了。收费。5块钱5张。这还要收费去的，厕所也要5块钱，那真的要窜稀怎么办？那只能憋回去了。啊，窜稀，你这日记这样，你这日记太狠了，你窜稀。等一下，小鹿窜稀，我花5块钱，请吧。基本的旅行的费用还是要有的嘛。哦，还是我还会有钱。你们选哪对你们喜欢的吧，反正就决定了你们出去的零花钱是多少。那我知道了，这肯定不能选带孩子，带孩子经费就有限。我选 C， 我选 E。行，我选 B 吧。他跟他朋友出去玩，你会给他多少钱？可能300左右应该要的。哎呦，哎呦，邓有钱，你现在是88。我的天哪，非常好，眼光很独到。你要出去玩的话，你给我50块钱。今晚上自己换洗的衣服呢。没有换洗的衣服吗？你们啥都没有，我也没有。啊？咱这有内裤，是吧？今天晚上睡觉肯定是得穿一个。6块。剃须套装50。这么丑的内裤要10块钱？到舟山这个地方，要怎么赚钱？就很简单嘛，卖海鲜，就搬东西，洗海鲜，帮人打工。对。其实我们帮别人吆喝是最好。对啊，还能赚钱。但是你不能刷脸，不说了吧？有人叫出你的名字，你就扣1块钱。那蛮难的，哎，你鹿晗。我准备了一顶假发，就是你不用，你太胖了，你不用假发。他是鹿，哎，不是，鹿乘客。突然发现用手，哎，我去洗个手了，5块钱啊，别洗手。你摸摸这裤子，反正不买的。哎，我觉得真的不错。你看这腰围行不行？哎，我觉得特别好。哎，里外，大哥你看看。哎呦，这不是那个牌子吗？这个质地确实很丝滑，你看。5块钱。哇！而且左右啊，哦，左右这个东西啊，好凉爽，很凉爽。哎，要不然这样，能叫朋友吗？叫朋友可以叫吗？可以叫。等一下，我们都在坑里了，还要坑朋友吗？要吧。